一个大男人不去骑马，跑来跟我抢地方。哎呀，我是病患嘛，来来来，让个位置。娇生惯养，我们仙书峰的女弟子都没你这个娇宝宝的劲儿，哪里像个金丹的仙修？是不是待会儿还得有人伺候你吃点心？不错，你提醒我了，师尊。哼，连明烟都骑马。嗯，我要看看。师尊，明烟在哪儿啊？让我看看。哦，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漂亮了。需要西域爱徒，我点心都洒了。师尊心中的优秀弟子，我要去会一会。柳师妹，洛师兄，就看一眼嘛，又不会怎样。不许看。真的是长大了，谈个恋爱都学会躲躲藏藏了，都被我撮合了呢。师兄，你叫我过来可是有话要说。嗯，我方才注意到那边的山景旖旎，着实少见，与苍穹十二峰大有不同。师妹你看。嗯，确实好看。嗯，那师妹你先一个人看会儿。这一步棋你还要想多久啊？让我想想啊，应该很有机会啊。到了，终于到了。怎么一个人回来？哇，你看那边的山好高啊。哇，这就是绝地谷啊。